原本啊还有五阿哥和四阿哥分宠，自从皇上斥责五阿哥罚跪又不许理事，现在啊四阿哥才真是一枝独秀呢。等十二阿哥长大以后，四阿哥早就功成名就了，您不必与皇后娘娘计较，纯贵妃嘛更不必放在眼里。四阿哥正得甚也，皇上有什么要紧差事儿都交给他，多得脸呐。等皇上立四阿哥为太子以后，来日的福气呀、啊、都在后头呢。哼，那就借各位妹妹吉言了。皇上和永成策马回来也累了，先绞了毛巾擦擦汗吧。嗯，皇上，您这刚出了一身汗，酸梅汤太收敛，冰镇的莲子汤正合适。先给永成吧，他今儿个跑得够久了。谢皇阿玛。皇阿玛骑术甚佳，儿子差一点赶不上。哼。永成，光骑术好可不成，其他的事还要多历练呢。永成啊，近来表现得确实不错。自四月里景色的额驸入晋，朕命永成跟着傅恒到张家口去迎接，这永成啊与礼仪上十分的娴熟，也得到了傅恒还有额驸的赞赏。这五月里准噶尔内乱后，朕命永成还有永璋同在兵部研习军务，这永成他的军事之道还有兵书都要学习的比永璋好许多呀。臣妾谢皇上夸奖。永成，你皇阿玛夸你，你只可更用心，可不许骄傲忘形。我深知自己的不足，要学的地方还有很多，不敢居傲。嗯，对了，朕打算忘记长白山还有松花江，回来夜永陵、昭陵、福陵。永成啊，你就随朕一块儿去吧。永成一个人哪成啊，让三阿哥也跟着吧。永璋不成事，永成一个人陪朕去就行了。听说皇帝此次夜陵只带了四阿哥，你的永基是嫡子，怎么没去啊？永基才三岁，去了也什么都不懂，臣妾请辞了。嫡子年幼，三阿哥不得圣心，四阿哥是皇帝登基后第一子，才华出众，怪不得外头有传说永成有继承宗挑之相。不止如此，外头还说什么世宗皇帝是皇四子，皇上也是皇四子，四是吉数，需多加礼敬。闲言碎语怎配入皇额娘的耳？话当然是闲话，但若真有人生了这样不安分的心思，你是六宫之主，就当管束。是。永成，皇上器重你是好事，可你平时也要伸出手，让能帮你的人都帮得上忙。额娘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御氏一族今年进贡，王爷特意来信说加倍进贡了人参、红缎还有黄鱼给额娘，供你平时上下打点所用，平日在朝中把这些东西分送给大臣还有家属亲眷们。额娘，皇阿玛疼儿子就够了，费这番功夫做什么？这人参、红缎难得，您自己留着用吧。就是难得才要送呢，你今日送出去的东西都会变成来日他们为你说的话的。真的假的？平时那些福晋命妇们来给额娘请安，额娘什么时候让他们空手回去过？回去枕头风一吹，哪个男人跑得了？否则在朝廷上你怎么会有那么好的人缘？还是额娘老道啊。那是自然，如今你离这太子之位就那么几块砖了，必须稳稳地走过去，才算不辜负额娘，不辜负王爷了。儿子记住了，可是这么做会不会太显眼了？皇额娘那边要是问起来，我也不好应付。皇后娘娘那儿，额娘自会打点。梁广总督送了一副凤凰牡丹金项圈，额娘就先孝敬给皇后了。人在屋檐下，只能暂时先低头。可是来日，你可要让额娘抬起头啊！是，儿子记住了。明日就是五叔的生辰，要儿子去赴宴。去吧，你五叔是皇上唯一的兄弟，必须好好应酬。额娘给你多备些礼。
好嘞。永璋的福晋完颜氏已经有了身孕，你也快当祖母了，应该高兴啊。想起孙儿是高兴，可是想起儿子又伤心。如今永璋和四阿哥一起当差，不仅要看他的眼色，还要受他言语奚落。永晨的性子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永璋呢是阿哥里边年纪最长的，等封爵开府，你们就可以安享荣华了。听皇后娘娘这样讲，臣妾就安心多了。什么？永璋的福晋真的有喜了？奴才怎敢扯谎？皇上又有皇孙了。当年先帝赐纯贵妃娘娘给皇上，为的就是纯贵妃娘娘的面相看着好生养。果然，这子孙一脉都兴旺呢。好，去中翠宫传旨，朕今夜去瞧纯贵妃。这。其实说起来，永璋再怎样还能见上皇上一面，倒是五阿哥，竟然被皇上全然冷落了，更是可怜。娘娘，李公公来了。奴才给皇后娘娘、纯贵妃娘娘请安。原来纯贵妃娘娘在这儿啊，叫奴才好找啊。怎么了？是永璋哪里做的不好，又被皇上训责了吗？这是哪儿的话呀？皇上让奴才传旨，今夜去中翠宫看您，您就准备着伺候吧。皇上，今儿怎么忽然想起我来了？皇上要得皇孙了，自然想起了您的好处。皇上这是念旧。容佩，去把那个项圈拿来。是。这个项圈啊，是嘉贵妃敬献的，十分耀眼。本宫便把它赠予你，添一添你的喜气。多谢皇后娘娘赏赐，那臣妾就先告辞了。快去吧。臣妾告退。奴才也先告退了。皇上，您今日知道得知皇孙，喜笑颜开。您看这天儿是不是也比前几日好起来了呢？嗯，甚好。可见皇上这心情啊，能影响天气呢。恭请皇上圣安。停。妾身和亲王福晋乌扎库氏向皇上请安。妾身安国公福晋刘家氏向皇上请安。妾身一品诰命夫人乌雅氏向皇上请安。好。起来吧，诸位入宫是向皇后请安吧？有心了。妾身刚向嘉贵妃请安，正往翊坤宫去。嗯，去吧。走。这命妇入宫，不是都应该先向中宫皇后请安吗？为何先到嘉贵妃宫中？嫡庶有别，这都不懂吗？这不都说四阿哥得宠，谁敢不给嘉贵妃面子呢？真是荒唐。这宫里啊，有七年没再添皇孙了，这次完颜氏有喜，朕很是高兴。永璋呀，也没有旁的才能，能够为皇室开枝散叶，也算是他尽力了。臣妾敬皇上。嗯。你这项圈挺别致的啊，这是今儿皇后娘娘刚赏的。这凤凰和牡丹本是中宫才能用的图案，即便是皇后赏的，以后也应该少用啊。那臣妾以后不戴就是了。这项圈
原本是嘉贵妃献给皇后娘娘的，也不知道嘉贵妃哪来的这种僭越的东西，幸好她懂得尊重中宫，送给了皇后娘娘。皇上，奴才记得两广总督上回给皇上进献过一批礼物，其中就有这么个项圈，还存在库里呢。奴才记着，你没有赏给过嘉贵妃啊，她怎么会有一个？那想必是一对儿吧，一个进献给了皇上，一个私下里给了嘉贵妃。想来这嘉贵妃的人缘还真是不错呀。四哥，哟，四哥，五弟，许久不见啊！哎，四哥都想你了，最近在忙什么？皇额娘让五弟潜心读书，所以才闭门不出的。哈，也是，你呀，要是到皇阿玛面前，也是惹他不开心，何必呢？你这还不如在家里读几天书，等到时候，四哥替你在皇阿玛面前美言几句，兴许他就息怒了，是吧？多谢四哥照顾。没事没事，都是自家兄弟。愚兄啊，在五叔府上喝了点酒，哎，得去免一免了。走一步啊！好，四哥请。儿臣恭请皇额娘万安。起来吧，坐。谢皇额娘。沉寂了大半年，未见衰颓，倒是添了这份沉静气度，很好啊。皇额娘叮嘱儿臣，莫在四哥得意的时候太出风头，成了他人的眼中钉。儿臣便以编书为由，一则自保，二则也可沉定心境，有所休息。那是你编的书吗？是，这就是儿臣编的书，叫《交通圣稿》。虽然才编了一点，怎总想着给皇额娘瞧瞧。平心静气，韬光养晦，才能以图来日。皇额娘的苦心，儿臣始终谨记。李煜，这让你换永城，怎么还不见人呢？皇上，伺候的人说，四阿哥去和亲王府上赴宴，醉酒归来。正在熟睡呢。白日喝酒，越发胡闹。皇上，贤亲王福晋来了，正在殿外候着呢。福晋来了，快让他进来。这。妾身恭请圣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久不见福晋，今日怎么到养心殿来了？妾身今日入宫向皇后娘娘请安，又往启祥宫请安，得了嘉贵妃娘娘的厚礼，自愧无功受禄，心中不安。这贤亲王是朕的皇叔，福晋又是皇室的长辈。嘉贵妃送了你什么样的礼，让你如此心不安？是御史所产的黄玉匣，还有红缎20匹，嘉贵妃派人送去了王府。果然是份厚礼。嘉贵妃出手如此阔绰，想必是有所求吧。皇上英明，嘉贵妃一心期盼四阿哥登临太子之位，托妾身请求王爷进言。妾身惶恐不安，只得向皇上明言。朕照旧把这份厚礼送给你，就当作为你这份忠君明礼吧。谢皇上。得这份厚礼的不止你一人吧？
嘉贵妃联络命妇，满心热切，就如四阿哥在朝堂上待诸臣，十分亲厚。